我是不是要假装今天第一次出新锦衣？兄弟们，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新锦衣的测试区的销售情况。首先的话，来到宝象国，来，听说大家想看新锦衣，那就领大家先看一下新锦衣。哎呦我去，这个大哥卖锦衣的真牛逼啊！这个卖锦衣的有背景，兄弟们看没见开领域了啊？这好像蓝银领域、沙银领域，以前卖锦衣就卖锦衣，也不带自己也不带舞台的，带舞台来的啊，权势滔天。想看2020七夕礼盒啊？兄弟们，礼盒的话分为360块钱的啊，360块钱的，这个就是放在个人号里的。然后西式的话是2160啊，然后2160啊，2160，有的是带什么头像啊？这不带相框吗？啊，带20个锦衣格子啊，带一个背景框啊。这个俩人一起买的话，好像带动作啊，带动作就是两个人会隔空跳舞。而且这次这个锦衣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，这个锦衣的话有很多色号呢是用普通的染色可以染出特殊的效果，也就是花个500块钱啊能染出一个2000块钱的效果。我当时就是只想要黑的，然后呢我就买了一套，然后染色嘛，染成黑的啊，染成黑的以后然后再染成白的啊，黑和白的同时出发呢，你是360加900再加900，当你花够2160的时候，他就会给你补上你没有的东西，给你一个什么成就啊，给你什么光膀子呀啊，光膀在哪点？光膀在这里面啊，应该叫海西啊，这就光膀子了。头发不太好看啊，头发不太好看，头发不能说好看吧，这头发我觉得特别像一个人啊，头发看到这个头发让你们想起了谁？让我想起了 BBQ， 你知道吗？啊，尤其这小眼镜，这小发型啊，换个葫芦娃子看看。哦，好社会哦。这套锦衣怎么样？